上周末，比伯现身科西拉音乐节，并惊喜上台与 A 妹合唱，不想却被人质疑假唱。于是比伯做出回应，表示自己确实在唱歌，还说时隔很久，我终于回到了舞台上，我感到很兴奋，我做了我最喜欢的事情，我很快乐。消息已经发出，网友纷纷留言支持偶像，比伯上台了就不会假唱，有些人能不能友好一点？都上台表演了，那新专辑肯定可以提上日程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We'll be right back.